咱从山岭头，由一咱关注廖文国先生来代表来恭迎，在祝英华上兄弟来敬请，咱从五英先生三太庙文正尊莅临安华来祝贺。在祝万岁行酒盛中，蜜酒金汤，金光东来地金光。一方西边江天堂，中原旧积尖秋，石头金门画地红，土妖别怪怎么红，两千八百年历官受过，不知八万八千多年妖气平江，一日莲花化成中原妙相。十方世界公祭雕刻诸行，英雄在用，显高深奥，变化无穷。天地十地转眼之中，天地之物不同，大中大后，至中至公。恭敬孔武英先生，中大万岁三太庙。感恩，谢谢由我们的桃园永成社社长来领导的教班同仁团队，由我们校长安谷先生来领导的教班同仁团队，非常感恩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来接驾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咱同五英先生，以及咱同中水大，咱辛苦结伴同仁，咱辛苦结伴同仁，是咱社长安谷先生，在带领的之下，非常感恩，领导咱三年堂安大来参拜来祝贺，在此来恭祝咱英先生社务昌隆，会当咱中华万岁，太岁阿公。你会往生，在这来感恩，来祝福，来祝福。